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雨，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，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。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。缤纷娱乐现在开始。最近天气呢越来越冷了，偶然间看到网易云音乐开启了选出你的冬日暖心曲2020第四季人气单曲打榜通道，在入围的20首单曲中，几乎都是我们所熟悉的歌曲，其中呢有陈奕迅的《是但求其爱》，毛不易、齐子檀的《爱恨森林》，汪苏泷的《小段》，许嵩、朱婷婷的《如果当时》，Keith Hu 的《经济舱》，Justin、Benny Blunt 的《Lonely》，孟美岐的《Miss You》，林俊杰的《幸存者》，邓紫棋的《孤独》，黄明昊的《Lost Your Man》，许光汉的《别再想见我》，蔡健雅、王源的《在哪里都很好》等等。跟大家说说入围前三的歌曲都有哪些吧。第一首，周深王子的《资深庸才》，这首呢是由周深和王子共同演唱的歌曲。《资深庸才》是今年11月5日上线的单曲，收录于音乐专辑《不完美的人生指南》中。这首歌曲的作词编曲主要是由音乐创作人王子负责，演唱呢则是由周深和他共同演绎完成的。在这首歌曲当中呢，歌曲的前奏舒缓唯美，随着前奏的响起，整个人都有一种放松的感觉。紧接着，周深和王子的声音一起出现，让人瞬间被拉回到了自己的内心世界中。对于这首曲子啊，周深在自己的微博中也有写到过，说唱这首歌的时候有点冒险，当听完之后呢，的确能够感觉到这首歌曲和周深之前的歌曲不太一样。这首歌曲仔细听起来呢，是属于安静类的，歌曲并不像其他歌曲一样平铺直写或者是高低起伏很大，这首歌曲更像是一首叙事诗，将内心隐忍的情绪慢慢道来。而周深的嗓音呢，却是属于高音，一直处于安静的状态，对他来说呢，的确有些冒险了。但是怎么能够难到我们的宝藏男孩周深呢？即便旋律的起伏不定，他依旧是和王子一配合得很好，将歌中复杂的感情展露的是淋漓尽致。而在演唱中呢，也依旧有他的和声部分，那么他呢也控制得很到位。这首歌曲的歌词其实很简单，但是当这些简单的词句排列组合之后，让这首歌曲的韵味和格调都上升了一个层次，同时呢也让这首曲子的意义非凡了。在歌词中，一句多想要永远都看不见宇宙的疆界，只一心遵循每一个故事最初的起点，似乎就是周深自身的写照吧。自他一出道以来呢，几乎都是在音乐的领域上深耕，同时呢也是我们每个人，我们都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个体，在不断的磨练中寻找真实的自我。这首《资深庸才》可以说是一首不同寻常的歌曲，不管是从歌词还是歌曲的演唱方式来说都是很独特的。周深呢也再次的用他自己的方式颠覆了之前我们对他的认知，你我都是资深庸才，尘世颠簸同样多彩。这首周深和王子共同演唱的《资深庸才》，是否能够在这冷冷的冬日里温暖你的心呢？第二首，李润吉的《忙》，一看到这首歌的歌名啊，喵小姐的脑海中就蹦出来了谁的青春不迷茫七个字。在生活中，我们每个人都有经历过一段迷茫恍惚的岁月，始终都会过去的。这首《忙》是李润奇在15岁所创作的歌曲，15岁可以说是最迷茫的时候，在最迷茫的年龄写下这首歌曲，可以说将无数同龄人所陷入到的迷茫吐露的是淋漓尽致的。李润奇将自己对音乐和未来的情绪全部都注入歌中，用音乐将这份情绪一一展露。虽然当时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李润奇才15岁，但是听起来毫不生涩。在这首歌曲中，不仅是有李润奇对未来的迷茫，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期待。如今的他已经19岁了，时隔4年在场，或许有了新事物的迷茫，但是却依旧对未来的期盼很多。而歌中的那一句万家灯火却没有盏灯留我，终有一天会变成了万家灯火通明，有一盏永远为你而亮。李润奇，你是否知道他呢？而这首他15岁所做的歌曲《忙》，能否成为你的冬日必备呢？第三首，薛之谦《彩券》，彩券呢是薛之谦10月13日正式发行的第11张专辑。在这首歌曲当中啊，薛之谦秉持着一贯的情歌路线，以他独有的薛式唱法，将歌中遇到的喜欢之人心路历程一一表露。整首歌旋律悠扬美妙，随着薛之谦的歌声，不禁被恋爱的气氛逐渐的包围，温馨浪漫的爱情主角似乎就是你我。有人说薛之谦的天外来物很甜，不爱我又道明了一切都是我装的，而这首彩券又让人很甜。听薛之谦的歌就好像是坐过山车，时而甜蜜时而苦涩，这不正是我们在爱情中的样子吗？在薛之谦的这首彩券中，我想呢也是很多身处恋爱之人的状态吧。从歌名就能够看出，这首歌曲将这份来之不易的爱情看作是中过最惊喜的彩券，很是贴合呢。在这茫茫人海中，两个人遇见的几率为
0.00003%。在这极小的几率中，二人还能够走在一起，真的很不容易。和中彩券的几率相比呢，其实是差不太多的。这首歌曲，薛之谦将情绪以日常而俏皮的方式为我们呈现，用温暖而坚定的歌声演绎了这份美妙的感情，让人对爱情呢又充满了憧憬。冷冷的冬天怎么能够少得了一首甜甜暖暖的情歌呢？薛之谦的这一首彩券是否唱到了你的心里去呢？冷冬凛凛，目前入围前三的这三首冬日暖心曲，是否有一首能够温暖你的心呢？吃瓜不停，娱乐不断，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。如果您喜欢我们频道的话，请给出您宝贵的赞，并且记得订阅我们，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拜拜。